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感谢我们梅里观自在讲堂坚恒法师，那么慈悲啊功德捏出来1000亿兆倍啊，因为这个月释迦牟尼佛啊功德圆满，然后呢进入了极静的状态。所谓圆寂，圆就是功德啊。就像你要去追一个女孩子，就像一个女人要去追一个男人，苦不苦啊？怎么不回答呢？法的意思是调伏内心，调伏啊，没有贪嗔痴了，痛苦就停止了。但是世间人不一样啊，这个叫求不得苦。所以唯有内心的平静，然后呢，才可以超越痛苦。所以释迦牟尼是个人的解脱啊，他是可以帮助所有众生，他找到了离苦得乐的方法。但是后院也希望大家念下来早证涅槃啊，所以要佛教的目的一定要圆满这个世间，然后我们佛弟子只要按照佛陀的经典乃至持戒，你也可以得到解脱，乃至帮助众生得到解脱啊。个人解脱的我们叫小乘解脱道啊，帮助所有众生解脱的叫大乘菩萨。从小你的家人得癌症死了，你可能会发愿我将来长大要做医生啊，所以你要很努力到一个阶段学。所以呢大慈悲呢就没有私人的感情，这个叫平等难忍大悲心。佛陀对杀他的人，佛陀对没要学的。事实上慈悲心也不是很难，各位把你爱儿子爱女儿的方法去爱所有众生，简不简单啊？痛，但是你还会发愿，愿你吃我的身体啊，我将来成佛了第一个度你，愿你得到我的吃素的身体啊，愿你健康练习哦，一定要练习啊。如果你不去练习，你想说我来拜佛拜佛拜佛，希望我老公外面没小三，你拜错了钱啊、嗯、啊，这个就是难忍平等大悲心。那这个悲心是来自于智慧，佛陀的智慧都生我们养我们爱我们为我们付出生命，所以每一个众生我们都要知恩报。网络看报纸这几天，非洲有1600万人面临饥饿死亡的阶段，所以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发育当中。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心里很痛啊，就像你的儿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快死亡，你心里很痛。那各位，我想这个一定要去培养啊，就像男生女生刚交往的时候，两个天天要约会啊，打电话啊，写信啊。叫什么？培养感情，终于哪一天拔不开了，要结婚嘛？啊，那叫培养感情了。我解脱了，这还是自私自利的啊！站在大乘佛教，成佛了才是度众生的开始，因为他才有啊，因为他必须要享受地狱道的所有的痛苦、恶鬼道的痛苦，那种痛苦永远在。就像妈妈在生小孩啊，很痛啊，很痛啊，小时都在痛。没有间断的痛，只要有一个恶鬼道在受苦，他就是在痛，不然呢他就没有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对方恨对方，所以我们赶快要求观音菩萨改变我们的恨，让我们爱他而不是恨他，就变成这种神通来降服他，目的呢就是因为爱他。所以我们讲大乘佛教呢，各位一定要用十年涅槃，让那些放逸的还没有证涅槃的也让人家体悟无常的痛苦。
所以佛陀死亡是不是头很痛，先不要抱怨，养成习惯。你一感冒一头痛，哇，世界上所有头痛所有感冒真苦啊，你要虽然你很伤心，你要转，哎呀，好在是我儿子舍报啊，别人活的 啊用我儿子的车祸往生，能够让所有啊念经啊，这些都是个助缘。助缘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态能够改变。就像我当初要出家啊，我师父给我说，出家是你决定承担所有众生。你有父母，所以你要把所有老人当爸爸妈妈，他们这种小孩子生下来的苦，那你要想着，因为你爱过，所以你才知道怎么去关怀所有的生命。那人可以，我刚刚我来一位居士看到我，跟我说，师父啊，20年了啊，我在想我老了，我20年前。啊，所以这个时间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要以为说20年了，我买了2栋房子，去极乐世界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主要是他能够放下世间的执着，这个是最急。结婚了，所以我放不下。你有100个理由放不下啊，所以我想我们学佛教最身体。很多人很会念药师经啊，经常喜欢吃素放生啊，那他的想法说，至少我会健康一点。那你还是一个执着，哪一天吃素一辈子得癌症，你就气死了。真的啊，我认识很多老法师，这就是对他身体的病苦，对他拥有的一切的放下啊。不然的话，各位已经习惯一个房子2个房子，多少好精神不好啊，一问之下才知道他老婆还跟着他了啊，死掉的太太还跟着他。所以讲了很简单，但是要做的时候啊特别难。特别各位女生哦，女生大部分都用感情做生命，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你不要在家里一直想这个事情，赶快去老人院孤儿院，去喂蚂蚁，去喂鸟都没关系啊，天天做啊，把你丰富的感情呢变成一种对众生的悲心，那你的感情就净化掉了。简不简单？简单。不种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合起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慈悲。所以佛陀说，大的痛苦就是什么？嗔恚心。你还会骂人，你还会怨。有些人说我没有骂，只是批评而已。但是呢，生意很好，因为他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调配他的这个一种，他们叫只有他才有的这种糖的配方，所以特别好喝。啊，他是钱赚到了，命没有了。啊，所以，但是对他来讲，这个要超度可困难了，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在那种突然执着、毫无修行的状态，他怎么可能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只能靠佛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念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啊，愿死亡老板娘啊，那这样你就在那一刹那失去悲心呢、啊、那就划不来了啊。所以我想各位要时时刻刻保持那种状态，就像开车的人要时时刻刻保持状态，那开车才会平安。我不会开车啊，但是每次坐人家车，他又要接电话讲电话，我们都快完蛋了。而且就是我帮你打好不好啊？我这样啊，什么可以做的，什么不能做的？所以讲到解脱道，各位，爱情快不快乐？又给你买个东西回来，你又一下又快乐了啊！就是说，人间的天上纯粹的快乐。三恶道纯粹的痛苦，但人间咬你，对不对？啊，这个就会。但是各位，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经常念一下：思维痛苦，腰也痛，关节也不行，眼睛也老花眼了，对不对？各位，眼睛老花眼的举手，差不多了。眼睛老，肝也老，胃也老，通通老了。但是你还在忙的，
老花眼买配个眼镜，一呢烫个头发一定是双倍价钱，对不对？走到我面前都没看过我是人，为什么？我说现在手机连脑，这里面有太多的我讯息，太多的自己不知道的。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修行，但是很难。你如果控制力不够了，像我们以前培养40个小和尚，现在大概剩下2个吧。2个危险，很刺激嘛。所以我想各位在里面，我们的内心一定要老。啊，今天也是中国出名的，来，所以中国出名的老子、孔子，啊，我认为这个都是佛菩萨在不一样时间的示现，在不一样的时间要示现不一样的行为，让人们来学习。但是有一点我们要非常随喜，他们有影响力，对不对？啊，今天报纸报出来，世界上影响力第四高的啊，就是孔子，啊，另外一档是释迦牟尼佛。哇，我们都排到老四而已啊！啊，第一影响力的是谁？穆罕默德。啊，这是今天报纸写的。但是无论如何，各位，我们要随喜前拉着我的手啊，增加影响力。啊，还有另外一个104岁的老和尚也拉着我手啊，继续弘法。他已经不能讲哦，他拿了他的录音带跟相片给我，我把它贴在电视上，然后用他的声音，他说要继续。啊，但是呢，你要帮助自己，更不能够离开帮助众生。所以总归一句话，念一下，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很简单。啊，你要有钱，那你要布施钱啊，对不对？帮助众生，这就是你发财的因嘛。你要健康吗？布施药，对不对？你要长寿吗？布施生命。什么叫布施生命？放生，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而且各位，你在布施面包，不要光丢给他，你光丢给他只是世间的布施，让他吃一顿饱。但是如果你在丢面包的时候，包啊、米啊、水啊里面。啊，嗡啊哄，然后米就撒出去了。啊，特别你撒米的时候，不是光给小鸟吃，先给你注意看哦，一只小蚂蚁可以搬一颗比它大的米，嘣嘣嘣嘣嘣回家了。你会说米也要？他说没得吃啊。只要有人去慈悲，就是真正在供养佛陀。所以有一个人煮了一碗最好的饭菜要供养啊，佛陀赞叹他。慈悲是供养所有佛的功德啊！佛陀说，当你去慈悲的时候，我就吃饱了。佛陀以慈悲为幸福啊！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哦，各位进来为什么外面我们在点的烟供啊，还摆位在里面，现场参加人等之父母祖先堕胎的冤亲债主，我必须帮各位写，不写他还不是找我。但我师父说。哇，你去那边演讲好啊，那些人都没吃素啊，他们身上那些鬼魂动物亡灵就找你啊，你慈悲嘛，目见言尊者有神通，他看得见。结果佛陀隔天有法会嘛，结果他经过的时候，哎，看到500个鬼在，所以佛陀要大家合掌。对，各位回向很重要啊，哦，我们个人所修诸功德皆回向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一讲完以后，500个鬼变神了，身体变得很漂亮发光，然后升天了。所以各位回向重不重要？那佛陀借这个机会告诉大众回向功德的重要啊！只要我们不断的去累积功德，我们就因缘到了，福报够了，那你就可以让我们的父母升天。但是讲到这个地方，各位永远要记住，你到任何地方参加法会，一定要回向给你的念一下，来，往生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的包括你吃掉的肉啊、堕胎的啊、杀掉的小蚂蚁啊，啊，冤嘛，亲就是包括祖先啊这些呢，你一定要回向，因为如果你不回向呢，那你一直说我一直是做功德回来，为什么生病呢？为什么还是事业不好？因为你该回向的对象还没回向啊。啊，你一直认为普度众生，普度众生，有些人还回答我，师父，我讲众生就包括父母。我说没有啊，
你妈妈现在在老人院受苦，你每天就回向众生，她还不是苦？你还要亲自去照顾她啊？我们是以回向父母的心态来回向众生，可以，你要把父母放在前面。所以念一下，父母为首有情重啊。所以各位在回向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到爸爸妈妈。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讲？看到爸爸妈妈，我们很容易升起一个感动，了解吗？啊，当然了，有些人说我爸妈对我不好，那你是业障重嘛？啊，凡人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对他很好的，想到爸爸妈妈，我们就会掉眼泪的，啊，会很感动的，啊，所以像我爸爸，我爸爸往生两年了，他还没有往生，我只是很有一点孝顺，他往生以后，我非常孝顺的，你才感受到他，哎呦，他不在了，哇，他对我的教育非常严格。但是对我非常好，怎么学你知道吗？先在家里床铺拿开，硬硬的，就在这边游啊，然后学姿势，哇，痛啊，啊，然后就踹下去，咚，他自然就会了。我们这个叫干训班的，这个很严格的方法，让你深刻的不得了。但是我出家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很多东西都很认真、很仔细。啊，所以我爸爸往生了，我就会发愿，愿我生生世世成为我爸爸的儿子，更严更好。写字不能有一个字错，任何东西都不能有一句话错。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害我离家，对不对？但是各位，这就是父亲的严父嘛。啊，他，所以各位一样啊，所以我爸爸做生求你要听，他说你要知道这个过程，这个最重要的，啊。当然只是他们要监听我们的，没事先提醒一下不要来啊，所以你要佛24小时加持你，监听你，分分秒秒加持你。舍利弗要是找他，佛陀用神通把舍利弗挡掉，让小沙弥听不到，让小沙弥那个时候砰证达罗汉，佛陀加持他啊，他是涅槃的，他肉体涅槃的，他的真理的生命永远存在，所以叫什么常住十方佛啊。镜子有水就可以反光，就可以把太阳把月亮投射在你的杯子里面，心清净你就见佛了啊啊！各位赶快去帮助可怜的，不分宗教的，你马上就感觉到佛的力量。所以放生的时候快不快乐？放生的时候忘帮他看的时候，哇，脸安详，我们都知道这个太好了。他儿女赶来，本来有一点伤心，一看到他妈妈的脸，很高兴。为什么？老菩萨拿着桶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去放生，就这样上品了，就去极乐世界了。啊，因为他那时候意志力在弄，最一头净土的，不然来干嘛？来求求求求求求求一个老公，啊，求一个发财，那会让你更痛苦啊。所以但是如果在其他地方那可不行啊，对不对？差几分钟也不行啊，所以代表这边步调慢，对不对？急什么？这个有什么好急的？念佛人家问我要买房子没有啊，调查了解众生苦，原来这边房子很便宜，各位还很有福报，修行的地方有个助缘，好念佛好诵经，不是来享受天伦之乐啊，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呢就问来，而不是为了钱。对啊，我说那你们自愿的，要么就做菩萨吧，去那边每一天给他做回向。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话：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恒丰观音菩萨圣诞精进会特别举办清明报恩孝亲百官斋戒，佛香点万灯，供万水，药供甲甘露时时发挥。联络电话：03-989-9319，甲主笔时时发挥，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
讲堂八关斋戒甲药师法会，联络电话：控诉二二三八九九八七。甲年度功德主点万点元优惠，联络电话：0525588888，0525266700。4月7号礼拜六，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升至天杯，上午10点。4月8号礼拜日，念老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度罪1000劫。旧时过功德日，善行与恶行升至天杯，上午10点。高雄河村技术学院大化校区篮球场龙凤圆满日南区。4月10号礼拜日，旧时过莲花生大师思想功德日，善行与恶行升至一杯，下午3点。联络电话：0875161018。4月12号礼拜四，旧时过。4月14号礼拜六，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度罪7000劫。旧时过功德日，善行149天，发慧圆满日。联络电话：0控诉2238998。4月升9100杯，上午8点半，到下午1点半，八关斋戒，甲海涛法师以足本仁波切足。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前夕，生命电视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清明报恩孝亲、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4月3号星期二上午8点半，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联络电话0398986866，0398993119。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生命电视新竹地区特举办北区联合护生、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4月4号星期三上午10点，地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地址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7号，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辨识咒，你走到哪里给他拿7颗撒出去，好不好啊？那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甘露，那些孤魂野鬼地方上闹鬼，而且车祸很多，当地的首长不知道怎么，他就到寺庙找老和尚，老和尚说一个月我帮市长来了，老和尚说市长你就派多一点车嘛，每一部车载我们一个老菩萨，走到哪里就丢一颗。自从那一次以后，咒啊，药师咒啊，都可以啊。Om Mani Padme Hum 啊，然后你丢出去的时候要念这3个字，念一下 Om Ah Hum。对，一变无量，你走到哪里多布施啊。特别各位到一般的庙，很多庙在拜，鬼神多嘛，鬼神多，因为他们那边杀鸡杀鸭，鬼神多。